这嘎是中国梦之声，不是你家，这嘎是我说算，不是你说了算，知道不？我说啥打造你就咋打造你。对不起，我不需要任何人给我打造，你说能过就过，不能过就拉倒。这玩意儿要不要吧？这玩意儿不要了，你自己留着吧。那你真的有点二。哎呀，为了你的梦想，你准备唱一首什么歌？我今天给老天爷唱一首歌，何必西天万里遥，让老天爷来评价一下我唱的好不好。好你芳菲梨花香，怎比我举头吹拿，芍药艳啊梨花香，怎比我玉润红自娇，玉润红自娇。相差一盏冰君道，心儿遥遥雨儿飘飘，何必西天万里在今宵，欢乐就在今朝，欢乐就在今宵。没想到这么接地气的一个节目能够这么让我们这个嗨起来。